对，但是呢，要怎么样让他记住这个音乐的味道呢？今天我们来好好给他们一个震撼教育。音乐味道，嘉宾分成两队进行比赛，参赛者蒙上眼睛选歌来唱，唱歌间隙主持人会将八种酱料抹在参赛者舌头上，唱完歌后说出自己尝到的酱料种类，猜对种类多者获胜。到底谁的辨味能力更胜一筹呢？哪一队会获得最终胜利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那现在分队的话，哎，你们三个人已经自行成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人，我们还差一个人，就是你啊。哦、那要不请我们现场请个歌迷好不好？ Okay. 有没有人想上来？谁想来？谁想吃？我看见你了，黄头发的，跟我一样。啊、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哎，张，姓张，跟我一样。好，来，现在两队，那我们就要分一下名字。我们这里叫至上队好了。那我们叫什么？立和队。好，那你们是至上队，我们是立和队。那不然这样。就先让我们开始好不好？第一轮比赛，马雪阳 PK 金恩正。我们马先生先开始。好的。这样子还帅吗？帅。好，来，那马先生，我们准备要开始喽。5 6 7 8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说。继续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一边。好 ，Go on。伟大领袖毛主席。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，向前进，掌声鼓励大家。好，各位，刚刚有八种，太多了，酱料在他嘴巴里，我一个都记不起来。可以的，来，这时候可以把面罩拿下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马总，先慢慢的一一道来，我们各记四个嘛，哈，来来来，好。韭菜，韭花酱，韭花酱，韭花酱，第一个一种，第二个酱油，错，啊，没有吗？没有，应该牛奶吧？错，没有，芥末绝对有，对，好，那这边来，请猜，蒜辣酱，蒜辣酱，冰棒冰棒冰棒，番茄酱，冰棒冰棒冰棒，香橙。酱，确定有吗？确定。冰棒冰棒冰棒，还有呢？好，还剩一次答的机会。好的好的，蜂蜜。恭喜你答错了。好，恭喜马先生答对了。谢谢。五种酱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轮到我们的最可爱的小五了。来来，小五来。谁啊？规则。小五要换给他。好，准备好了吗 ？Are you ready？ 好的。OK。好，来预备，三二一 ，please。원숭이영덩이는빨개아맛있으면바나나바나나는아이런 再来一句。喂，干干啥干啦啥干啦啥？停。好，我们小五可以拿下他的眼罩。好。八种味道。你可以答八次开始。八个。八个吗？两边都可以。嗯。这个。蒜辣酱，答对了。这个。沙拉 ，You sure？沙拉，你刚刚有吃到吗？啊，是了。答对了。有鸭肉。And， 没了。还有那个牛。Right。牛奶。OK， 答对了。还有。Right。Clever you are。好好。哎呦，答对四个喽。对，四个。
这个。Right, you are clever. 好，五个，五个。Yeah. 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。这个。No. 啊，没有吗？还剩两次机会哦。这个，现在跟我们是平级的是吧？No， 还有一次机会。这个没有，这应该这个没有。玉米酱答对了吗？错。错。哦。